我就是觉得这个酒柜形状很特别，咱们采访的是周昌老师，不是酒柜，好吗？嗯。啊，阿香可能是给我点时间换一身采访的衣服。嗯。我先去换个衣服。啊，好。嗯。不着急啊。哎，不是你怎么？于主编，你看，我们要不继续采访一下这个酒柜？ 怎么又躲在这儿啊？你进来找我干嘛？快出去招呼他们呀！快去！怎么不去？快去！哎，你怎么又？ 你上次躲在这儿的时候，我就想这么干了。走吧。啊？嗯？去干嘛？正大光明的告诉他们我们在一起了。走了。周山老师，不好意思，冒昧打扰了，因为处理他不在。嗯，他在这里。 一直在这儿。我住在周川老师家的楼上。之前我不是被扣工资了嘛，然后没有钱交房租，周川老师就让我住在他家里，帮他打扫卫生啊，遛遛狗啊。不过我都有按时交房租，然后就……他现在是我女朋友，我们已经在一起了。 没事儿，只要不关系公司的利益，作者和编辑你们的私人关系，我是不管的，真的挺好的。志贺，多谢。爱奇艺，去 Black 视力榜，我的地档的在。